突然之间感到一种爽快的感觉，还是去别处再看看吧。
觉得现在我们配合得很好吗？有个地方被叫做安特之森，贝尔莫论应该是去那里收集力量，跟雅斯商量一下。再见，朋友。哎，大家都这样回去了吗？用武器吗？猛兽黄鼠狼，感觉总是在缠着自己。Yeah.
啊，小安特就够了。直辖领最好的。Miss Aoi,
你这个又黑又丑的家伙！屁股黑死的。嗯，我是伟大的安特精灵。最近安特们都不听我的话，那么可爱的我也会消失的。你能陪我一起去村庄吗？安特追了吗？为什么那么着急啊？对，这里是樵夫们的村庄，但是需要买恢复剂吗？首先要弄清楚人们为什么突然开始砍伐安特，在村庄里走访一下，跟主。去我们村庄吗？虽然这话不应该对初次见面的人说，不过最近气氛真的因为呼吁保护安特的人们和靠砍伐安特卖木材为生的人们在争吵。不过的确也因为贸易商人利特买卖木材，让人们的生活变富足了。还有想知道的就去问巴恩贝恩吧。所有人都见钱眼开了，我们村庄从以前开始被周边的森林包围着，所以自然的就靠伐木生存。那时候当然也有安特，因为是有生命的树，所以我们都是侍奉安特，哪敢有砍伐的想法啊。不过出去学习的利特在回来之后就开始砍伐安特树来卖了。对，是我弟弟，我想要说服他，可是他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去找叫利特的人吧，问问为什么要砍伐安特。还以为是来买安特树的客人，连斧头都不会用的家伙，也不了解我们的村庄，凭什么说教？你到底要迷信到什么时候啊？你说什么神圣的树啊？只是那时候还没有能力除掉安特，觉得他们很神奇而已。你想再教训的话，就先赢过我再说。想知道在我们村庄强者的条件是什么吗？就是你能多快速且稳定的砍树啊。
砍树可不能光用蛮力。看来你懂得伐木的基本功啊。冷静，是安特森林里的怪物巢穴。不是的，是因为得了病，长得就像你身边的这个黑黑的家伙一样。冷静，是安特森林里的怪物巢穴。不是的，是因为得了病，长得就像你身边的这个黑黑的家伙。
树的。安特树会发生变化，安特精灵会离开我们，这都是因为砍了安特树。哇，竟然还有人记得我。In that sweet。
然是回到以前。多亏我拿来卖的安特木材，村庄变得更富有，这点是事实，不是吗？但把他们都赶走后，那些武器最终会指向哪里呢？Yeah.